们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为了说哦你要有多紧，然后另外一半要有多兴奋，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。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我希望我做完，我老公什么都没发现，他只觉得我变好用，所以他就出了一个新的变化。好用的标准是什么？好用就变紧。哦，要变紧。变紧，因为男生很直观嘛，他就是。反正关的灯太看不清楚你白不白啊或是什么，他只觉得就是包覆感有没有变好。对，包覆感，包覆感很重要。因为之前我有朋友，他其实刚开始也是因为他生过小朋友漏尿，然后就是反复的发炎，他是每个月都要去妇产科报道的人，所以后来我就说那国外那么多，那不然你试试看打雷射好了。第一次她老公说你不要浪费钱啦，男生都是这样，不喜欢自己老婆花钱，说不要浪费钱。做了第一次之后没想到，欸，我老公说什么时候可以做第二次，我说，嗯，老公不是说不要吗，然后第三次，因为疗程是三次嘛，欸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做第三次，我说嗯，你老公想通了，我老公说我变好用。诗婉爱健康，精彩再出发。我是诗婉，中天与男性学医学会独家合作，百万点阅人气影片诗婉爱健康幸福密码有自己专属的频道了，请立即搜寻两性密码，就可以在新频道观看由泌尿科权威名医畅谈两性亲密关系。台湾男性学医学会陈玉理事长、台中荣总吴如娟、台大医院张怡妮、泌尿名医于明莹、台大医院杨佩珊、双和医院吴淑维，专业医学解析两性话题，增进亲密关系。请上网搜寻诗婉爱健康幸福密码，立即订阅两性密码健康频道。每周五晚上请准时与诗婉一起追求幸福密码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